今天很高兴呢，我又邀请到另一位新的嘉宾，他就是徐锦全博士，是香港中药学会的创会会长，以及香港药食同源学会的荣誉会长。是，你好。是啊，徐会长你好啊。咁好咧，我就睇到呢啲单张，哇！我真系好多嘢想问你嘅。系。咁同埋咧，见到呢啲茶包啊，原来呢啲个就系个茶包啦。系，冇错，呢个就茶包。好啊，好啊，嗱，咁我就想，我见到咧好特别嘅喎，你有一样嘢就写官产学研合作研究成果，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可以，好啊，好啊，好高兴噶，介绍一下啦。咁嗱，呢個產品叫療康佳茶包。療康佳係咩意思呢？就係話化療康復嘅一個最佳產品。頭先問嘅咧就係官產學研嘅一個合作成果嚟嘅。咁咩叫官產學研呢？官就係指政府啦，即係我哋呢個產品就係由政府嘅創新科技署旗下嘅一個科技基金同我哋合作嘅。產就係產業，就係我哋啦。咁學就是大學，研就科研團隊，我們是叫做四方合作的一個科研成果這樣。是哦，那大學 是哪處大學呢？請問香港的著名大學。是，哦，香港最著名的大學。是，啊，是，啊，我在這裡看到。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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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合作方一起。是，沒錯，沒錯，是，啊，是，啊，那我們現在看到呢，那它這個科研成果就是這個茶包。是，啊，這個茶包主要我們看到是給什麼人用的呢？我們大家都知道化療呢，就是會產生很多毒副作用，令一個病人呢就，之後就很辛苦的，化療之後呢就會，令到人的皮膚可能會變黑啦，指甲變黑啦，引起一些肝的損傷啦，腎的損傷，心臟的損傷啦，同埋一個消化系統的損傷啦，咁令到個人，例如一啲症狀表現響咩咧？瞓唔到，食唔到，成日想嘔，咁啊個人又冇精神，好辛苦，咁呢啲就係一啲化療後嘅一個副作用。咁如果通過呢個療康佳呢個茶包咧，可以是減少呢個毒副作用，令佢在化療的過程中能夠輕鬆啲過翻啲正常的生活。咁即係話我哋係應該係佢做緊化療嗰陣時飲咧，定係做曬化療先飲嘅咧？嗱，呢個產品最主要咧就係由一啲食材去做成嘅。平時都可以食，可以飲。咁一開始嘅時候咧，最好能夠係同步去飲。咁如果係能夠同步飲，整個過程咧，佢嗰個毒副作用啊，個副作用啊，就會相對會減少好多噶啦。咁令佢整個化療嘅過程咧，就輕鬆啲，唔使咁辛苦啦。咁即係話提議咧，如果我哋一開始有病人係開始要化療啦，咁佢化療就還化療。跟住咧就照飲呢個我哋係呢個就係咁樣沖嚟飲嘅，冇錯，就沖嚟飲嘅啫，就好簡單啫。嗱，當然如果佢可以係滾一滾佢滾幾分鐘咁也可以嘅。咁連可以連渣都食埋嘅，因為裏邊嗰啲主要係食材做嘅。因為是大學的一些教授花了七年時間一個研發的成果。哇，咁我見到啦，我而家喺呢度咧，個單張可以見到咧，裏邊啲成分咧，好似咩黑豆，係啦，冇錯，糙米，係，同埋羅漢果，咪就係呢啲啦，係主要呢啲。哇，呢啲真係可以食喎，我哋本身係食材，所以就算你話有啲人話會驚，咦，會唔會影響個化療啊？完全唔會影響，會，因為平時我哋食飯。都化療你都要食飯要食餸，呢啲都係一個部分嚟嘅，係食材嘅。最主要係佢通過一個專利嘅技術，嗱呢個技術係得到咗國家嘅發明專利嘅。依家有一個專利專利嘅項目喺度，屬於個專利嘅成果嚟嘅。即係話佢呢個成分呢四種食物係有。咗專利喺樹嘅，係呢個技術，係呢個技術，係成分係一啲食材做組成，但呢個專利嘅技術獲得到國家嘅專利註冊咁樣，係。哦，咁所以就呢個就係研可能啦，即係
研究官產學研科研成果就係咁嘅意思啦。哦，咁、啊、咁樣係。哦，好喎、啊，咁即係話變得我哋而家係著重咧，就係俾有化療啊、化療嗰啲朋友為主。係冇錯。咁就如果電療咧？我哋呢個研究項目嘅時候咧，就第一個階段咧，就係、是、以化療嘅病人為研究對象嚇。咁、電療咧，依家係屬第二個階段。電療依家響臨床進行中嘅、哦，做緊嘅嚇，未全部未完成。第一階段化療就係完成咗嘅、就喺香港著名大學做咗嘅，係咁嘅情況。咁即係好喎、啊！即係如果我哋第日你嗰、那個電療嘅，如果係做完臨床都見到係幫到嘅話咧，咁就變得就又可以幫到多啲人啦。其實一般人都可以係食用。飲用的，因為它是食材造成的，即比如我們現在日常在生活上可能亦有吸收了很多不應該吸收的東西啦，是輻射的，是啦，沒錯啦，我們如果是平時飲用呢，都可以是幫身體有一個排除毒素的功能作用在那裡的、是非常好的一個產品嚇。咁依家有啲人亦用嚟咧，即係我哋認識嘅有啲朋友咧，亦用嚟一啲日常嘅飲用，咁佢嘅感覺非常之良好嘅。係咪啊？我因為見到你真係有黑豆啊呢啲，同埋即係你係平時我哋食嘅嘢嚟。係冇錯，啲食材最主要食材做。好好喎、啊。咁而家其實喺個市場上高係咪都已經係賣緊？可以賣，係買到嘅。市場上賣緊嘅係，比如話你喺線上買到嚇，響我哋鋪頭又可以買到啊。咁其實我而家我啲見到啲樹咧，就生產編號生產幾哦嗱，譬如呢度寫話係最2024年1月8日前，咁呢個就係、是、一般嘅我哋都有一個叫做最佳咩嗰啲量嘅保證時期限咁樣啦嚇，最佳食用時間啦嚇，依家一般啲食品都有呢個期限喺度嘅。我哋呢個咧就主要喺香港生產嘅，咁另外又經過咗一啲化驗，經過咗好多其他嘅化驗，包括一啲安全性啊，例如一啲農殘啊、重金屬啊、啲微生物啊嗰啲都全部做過曬嘅，所以安全可靠，可以放心飲用。好啊，因為咧我自己主力咧就係睇八字啦，就係、主力就睇健康啦。咁我好多時咧就如果個八字嗰、那個土嗰個五行啊，就係佢嘅我哋叫忌神，忌神即係佢唔中意嗰種五行咧，咁係會有癌症嘅機會咧係大好多嘅，因為癌症咧我哋係即係因為個細胞變異啊嘛，咁而土嘅五行咧就細胞係屬土嘅，咁所以變得咧我好多時咧睇好多我啲客咧，我一見到如果佢嘅八字土嘅五行多而是他的忌神呢，那我就會提議告訴他你要小心，你現在未，可能現在你是20歲、我見到去到30歲那個運或者40歲那個運呢是在行的土的運，對他來說呢是有這個癌症的機會的話呢，那我就會叫他及早去預防、所以我剛剛為什麼問呢，就是如果呢個係一個食物嚟嘅啦嘛，咁亦都幫到我哋，即係話喺做化療嗰陣時候，我哋已經可以幫到佢嘅話，亦都係平時你話冇問題，我哋都可以用噶嘛，係咪先？都係一個食物。咁嘅話，咁即係如果佢哋可以習慣到飲用呢個療康佳，幫佢自己身體嘅話，因為都係一個食材嚟嘅。係。咁啊，即係起碼我哋身體咧就已經有我哋叫做我哋預防啊嘛。一個預防性的話咧，呢、這個就係一個好的即係、就是、我哋叫做飲用的食療啦。呢、這個啱唔啱咧？都可以。可以嘅，可以嘅，係即係平時我哋作為一個茶包咁飲用，一個保健嘅飲用亦可以嘅。因為大家都睇到啦，主要係用食材造成嘅，只係佢專利技術獲得咗專利，因為我哋做嘅臨床係以一啲。化療的病人做臨床去，咁啊，依家你頭先所講嘅電療係做緊嘅，個臨床係做緊嘅，就呢個係第二階段係。
咁你啱啱講啦，好似你哋都研究咗，好似都成七年定幾多年啊？係係，係咪啊？阿教授經過咗七年時間嘅一啲資料搜集嘅研究啊、臨床啊各方面咧，花咗七八年時間去研究出嚟嘅，獲得嘅一個專利嚇。嗯哼，咁嗰個就係今年嗰、那個就係、是、今年推出嘅呢個茶包，定係已經推出咗幾年？推出咗幾年㗎啦，因為啱啱疫情好多嘢都停咗落嚟。係係係，因為啱啱疫情之前開始已經係推出市場，啱疫情之後又停咗落嚟咁樣。哦，咁而家就可以開始就希望係依家開始重新係再推過啦嚇。咁你通你而家希望係透過咩渠道可以將遼康街俾更加？遼康街係啦，遼康街係遼康街，更加化療康復嘅最佳產品。係哇，真係very係真係好好個名係啦。咁就俾透過咩渠道你可以將呢個遼康街俾更加多人用到咧？嗱，依家好似我哋依家啲電子媒體咁啦，我哋係最好係透過呢啲電子媒體就係俾大家接觸到了解多啲啦，亦希望通過啲用家使用者去將啲資訊嘅分享啦，以後都希望一啲能夠係服用過呢個產品嘅，將自己感受係講翻出嚟，去分享一下，希望能夠幫到更多嘅一啲病人嚇，使佢哋喺整個化療嘅過程中能夠輕鬆啲啦、舒服啲啦嚇。咁其實我哋係咪都可以喺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有一啲地區嘅團體咧，咁就我都已經推介緊就俾佢哋噶，等佢哋知道即係。其實呢方面都是一個好的一個媒體，係咪咧？係啊，係啊，好多謝你對我哋嘅支持，同埋能夠係幫到咁多啲，幫到多啲嘅病人。係啦，因為我見到即係既然有問題嗰陣時，我哋又可以用；冇問題嗰陣時又可以用啊。其實就變得個個人都可以用，係咪先？係。平時一般人都可以用嘅，咁好啊好啊，咁好啊，咁嗰啲，咁即係因為我而家我見到喺市場上，如果係已經有嘅，咁我哋可以盡量俾大家知啦。咁嗰個形狀就係咁噶啦，係咪？裏面一支支嘅，每一次就係一日係飲幾多次？一次就一包啦，一次一包啦。係如果有時間嘅就滾一滾佢，如果冇時間嘅仲用個。熱水壺焗一焗佢，焗一焗佢，連渣都可以食嘅。裏邊可能有啲渣可以食，因為食材嚟嘅，冇錯，係。咁如果係化療嘅病人咧，你由朝到晚都飲咯。即係比如話如果係佢有時間嘅，一日沖三次去飲咯。冇時間嘅，可以將佢揾個熱水壺裝埋一個壺度，一日去飲。咁就係即係話，如果佢飲完一杯再沖，咁得唔得㗎？可以可以係可以可以係將啲渣都食埋，將啲渣都食埋。嬲尾嗰次咯，最嬲尾嗰次就連渣都食埋。係冇錯。頭去飲咧就係飲沖完飲完又再沖，沖到可能覺得冇咗啦，就嬲尾嗰次就連渣都食埋。係啦，咁咪最好啦，唔好嘥我真係，因為全部都係食物嚟㗎嘛。係食物嚟嘅啫，食材嚟嘅。好啊好啊。咁好方便啊！呢個真係咁好啊！咁我哋真係好高興啊！今日徐會長你上嚟咧，可以介紹到呢一個俾我哋，因為都經歷咗成七年嘅時間去研發。係教授用咗七八年時間去研發出嚟，將佢以前總結經驗總結咗，然後通過一啲臨床證實係非常效果非常之好嘅。好啊！咁我哋就大家如果想認識或者知道多啲關於呢個遼康街嘅，你可以咧就喺我哋個頻道嗰處咧，你可以諮詢徐會長啦嚇。咁又或者咧，徐會長可以俾翻一條 link 我哋啦，如果你有連結嘅嚇，咁我哋可以放喺度咧。咁到時咧，大家可以直接咧就同徐會長去聯絡，又或者甚至可以喺而家你喺市場上邊喺邊啲渠道可以買到咧？TV Mall 啊，嗰啲都可以買到。我再答講我哋呢度，因為喺度黐咪拍。呢一句再答多次，因為喺度黐咪拍聲。我啊，應該係我喺度個咪啦。OK，我即係問我 OK， 咁我就問你喺咩渠道可以即係見到，咁你就話有喺 TV Mall 嗰度開始，再講多一個呢一次。好，準備5、4、3、2。
好啊，咁啊，徐會長，如果我哋啲觀眾想買呢、這個療康街咧，咁其實喺邊處可以買到呢？例如在 TV Mall 啊，呢啲都可以買到的，或者如果有需要，可以係直接同我哋聯絡。係嗱，我哋有個專WhatsApp 嘅專線，65795701，65795701，亦可以用呢個 WhatsApp 同我哋聯繫，或者一啲查詢都可以嘅。嗯，好啊，好啊，咁係啦，咁就係、是朋友，如果大家咧就對呢個產品有興趣，呢、這個真係藥食同源嘅產品嚟嘅，真係又係平時原來我哋冇問題，我哋都可以用嘅。咁當然有化療嘅朋友咧，咁我建議咧就每日咧就用三次，咁樣令到自己呢個化療嗰個咁嘅副作用啦嚇，可以減到最低啦咁樣，好嘛？好啦，希望幫到啲係癌症嘅或者化療嘅病人啦。嗯，好啊，咁今日。我哋嘅訪問嚟到呢處，我哋下一次有機會咧，就再請阿徐會長上嚟。好啊，唔該曬，拜拜。多謝收睇焦點視頻的節目，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請做齊留言、讚好和分享，因為這些動作對頻道的成長相當重要。在影片資訊欄會見到有主播專頁的連結，按進去的時候會見到有主播的聯絡方法和節目其他的資訊。焦點視頻是一個知識共享的網絡電視平台，希望大家多多支持。